好了，太长久了。好了啦，哦，我靠，哦，好热哦。朋友们，订阅嘎哇奇瑞，开启铃铛，别错过任何影片。欢迎加入深度会员支持节目哦！耶、yeah! yeah! ！又可以射啦！我们来进行比赛，就是极速达阵，不要把射入对方的阵营，就算获，就算得分。我们第一回合呢，娘子 VS 阿北。嗨！哎呀，哎，要喊哦，要喊是不是？第一句是瓶盖预备，第二句是瓶盖战斗。哎，然后，哎。够，然后一起够，然后一起够了，来了，一个人喊，一个人喊，来，瓶盖预备，来，瓶盖战斗 ，Go！ 哎，开始，牙麦，好厉害，我要填满，好的，还没，快，来不及，他先过了嘛。这是新出的，叫做牛奶雷神，太夸张了，跟开外挂一样，太夸张。牛奶雷神太夸，因为雷神那个日本的雷神是不是？是那个他有那个，就是有人对，那对他问那个队员，对，咚咚咚这个鼓，对，他们也咚了一圈。对，这一圈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他的弹夹，他可以八发，太多了吧？六加二，哎，弹夹优势，弹夹对啊，跟开外挂一样。继续三战两胜，哦，三战他们讲啊，来拼。盖预备，来瓶盖战斗，阿北来吧 ，Go！ 哇哇，1-1，不要比我认真，来啊瓶盖预备，来瓶盖战斗，阿拉巴达 Go！ 你们哇哇 ，Yes！ 你们放进去才说 Go， 我放进去才 Go。对，太嗨，对，瓶盖战斗，瓶盖，瓶盖战斗 ，Go！ 啊，你怎么没 Go 呢？哎呀，还没，快！哦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，好了，太久，好了啦，所以，哇，你要是胜出了啊，好，我们要下一回合了，是我对阿土了。哦，现在帮你们好乱。好了，预备了吗？来，瓶盖预备，瓶盖战斗 ，Go！ 哎呀，天！天，我的这个装甲好难装啊！天！哦，虽然它快解体啊，但是它还是有用的。有，老板，为什么有一个东西掉出来？因为它的手臂装，所以我刚才才把老板你的解体。每一场零件这样越来越少，这样子。他怎么连头不见？不用头了，头好烦啊！每比赛一场，每比赛一场就完了，阿土卡蛋，完了，哎，亚美乐，哎，越打越出来，哎。你的战士哈，那好，已经变得有点像一个针筒。他的瓶盖预备，瓶盖战斗 ，Go！ 好 ，Go！ 好，Round two，OK， 瓶盖预备，瓶盖战斗 ，Go！Go！ 哇！还有一分，对，你打一个心理战，要稳，瓶盖预备，瓶盖战斗 ，Go！ 完了，对，没了，不要问我，你已经没了，不行，我要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这次呢，为了这个庆祝暌违十年啊，超人力霸王的日版海报图，那粉丝们呢，只要在上映期间购买一张票，就可以得到日本原装历届超人力霸王的明信片一张。哎呦，有八款随机赠送，算完这些很猛哎，他们都是历代的一个电影版的一个海报。木棉花又有提供其他未开封的。这样拆封是不是？哎呦，来，你平常这种抽东西的没有，我客爆啊。啊，所以是布偶嘛？他抽保底，那是布偶。小朋友才一抽入魂，大人都保底。哎呀，第一张
来个，抽到他算不算欧？应该都欧，但是我们的目标要八，但目标是要凑一套。好，那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样概念没有重复，概念没有重复，概念没有重复，先来感受一下。何真，哎，重啊，重复了，重复了，重复了，哎呀，重复了，重复了，不愧是大人，不愧是大人，我是大人呐。啊，重复了，重复了，重复了，再一张，重复了，重复了。如果真的用大人的保底之力，把它凑个，比如说。40套这样，然后再把它拼成蒙太奇的一张海报，还是用大人之力，40张都是同一张，然后把它弄成一个海报砖，对，把它贴成一套衣服穿出去，对，好 ，OK， 那这个就是超人力霸王大和新世代终结黑暗，对对对对，资讯分享给大家啦。